大家好，这里是果果家 Lifestyle， 欢迎来到我们频道，我是果果。我们这期视频是一支开箱视频，主要是介绍我前两天下单的这个 Fuji Film Instax Mini Link 一个手机照片打印机。我们是在亚马逊上，我在亚马逊上买的。当时它是一个套装，有这个机子、本机，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包装盒，是以便于外出携带的时候比较方便，还有这个相纸。它是两盒，每盒有十张相纸。为什么想入手这款照片打印机呢？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复古、这种白框框相纸的这种感觉，小卡片的感觉。然后之前用拍立得照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效果没有很好，就会觉得很浪费相纸，所以说看到这个打印机就还挺心动的，所以就特别想试试看它可以把手机上很好看的照片、很高清的照片打印出来，然后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本机我们一会儿再拆开，我们先拆开这个盒子吧，看一下这个盒子，它是一个比较硬一点的材质，有一个拉链，拉开之后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这边可以放这个打印机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哦，这有一个绳子，这里呢可以放相纸盒，还是挺方便的，如果外出携带的话是蛮方便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两盒相纸，当当当当，重头戏，来拆开看吧。这款机子它一共是有三种颜色，我买的这款是白色，它还有深蓝色和粉色。快来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呼呼呼，这个是充电线。东西很少啊，一本说明书，这个是这个台小机子，就是长这样，还是挺萌的，看到了吗？里面就是有这三样东西。好，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吧。我之前在网上看的是，需要在手机上下一个他们家的一个 app。叫 Instax Mini， 其实刚才打印的时候还挺好玩的，这个过程很快，大概就十几秒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，过程还是挺愉悦的。主要是我很喜欢它这种可以拼图的这种模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就是这样，可以选这种拼图，然后它格式也可以选，有很多很多格式供选择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，就特别喜欢把这种各种好看的照片拼一起的感觉。打一头，然后但是我还觉得有 bug， 就像是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在冰岛拍的，它下面其实是雪景，然后上面的天空呢也是呈那种比较淡的颜色，然后不对，是呈那种比较亮的天空颜色，所以出来就是整个就是白白的一片。然后还有这张照片也是，这张照片它的颜色没有出来的很明显，是因为原片光线是比较亮的，
所以它出来的话就是会显得有点发白。大家也可以在它的 APP 里面把这个亮度进行一些调整。我觉得这款小机子比较适合。怎么啦？这款小机子。这款小机子。小机子。我觉得这款 mini 打印机比较适合像这样，就是原片上面光线适中，没有很强烈，然后色泽比较丰富鲜艳，这样的照片打印出来会比较好看。个人意见啊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嗯。哦，对，像这种照片，这张照片它里面还有这个小翅膀，就是各种装饰，也可以通过它自己的 APP 来添加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挺好玩的过程。那么这些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请大家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参考吧。悟空走过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果果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